咁好感恩咧，就今日咧就開始喺波蘭啊，波蘭呢一個嘅大學咧，呢個神學系啊，就開始一個嘅學術研討會啦。咁呢個學術研討會咧，就係個主題啊，係關於呢個東方嘅基督徒。咁今朝咧就有個學者咧，佢就發表關於聖地嘅即係宗教嘅對話啦。咁佢係喺巴勒斯坦嚟嘅，就喺拿撒勒。咁佢喺佢發表佢嘅報告之前咧，就請我哋大家咧都為以巴嘅衝突嚟到去祈禱，因為咧佢話雙方咧都係死傷嘅慘重嚇。咁我哋咧都即係繼續為著呢個以巴嘅情況去禱告，求神嘅平安都係臨到。